后台小伙伴私信问我有没有女生一定会喜欢的香气，还真有，这个出自燕居香语的古方，我保证女生们一闻就爱上，传承不易，希望大家点赞评论支持一下。第一步，我们把新鲜的郁金花捣烂成泥，然后把沉香研磨成粗粉。原香方说要用到熟沉香，生沉香和熟沉香的区别在于沉香方式。熟沉香是取自于已死的香树中，相对来说味道更偏醇厚的蜜味的奶香味。言归正传，第二步，我们把干姜、茱萸子研磨，然后透过筛网筛出细粉。接下来，我们把沉香粉混合在郁金香花泥中，再把干姜、茱萸子用蜂蜜相互混合，捏成小丸子状。第三步，要制作苏合香溶液，要把苏合香凿成粉状，倒入酒精没过苏合香，然后隔火加热吸出油脂，取出来静置杂质沉淀，用滴管吸取上层的油脂，然后把香丸泡进去，最后取出阴干，再用焙火干透，建议这里用低温慢焙，目的是去除香丸里多余的水分，记得要翻面哦。这个时候香就制好了，可以上炉熏了。天气逐渐转凉，结束一天的忙碌之后，熏上一炉香，花香、蜜香的清甜带着木质香气缓缓散开，这种甘甜无媚的香气，女生闻了一定会喜欢。